欢迎嚟到 Aurora 事务所。如果你喜欢我嘅节目咧，请你免费订阅我嘅频道，记得揿钟仔接收新影片通知。多谢大家支持。Basics 系日本一间集合当地有机或者低农药栽培农作物嘅网上超市，将新鲜农产品送到顾客手上，并设有严谨嘅食物安全标准，等大家可以食得安心。近日仲进驻咗无印良品喺九龙湾德福广场开设嘅全港最大分店，大家得闲嘅话可以睇下佢哋卖嘅新鲜蔬菜、自家饮品同埋加工食品嘅。Oysix Weekly 就系每星期定期送货嘅服务，而今次我哋会试下佢哋嘅体验组合，组合包括由日本直送嘅十款食材。而家即刻同大家开箱，一开箱就会见到佢哋堆奖杯，同埋介绍佢哋售卖嘅日本蔬菜系比香港超市卖嘅更加新鲜，仲有社长写俾顾客嘅信，同埋 Oysix Weekly 嘅使用手册，仲有每个礼拜都唔同嘅食谱。體驗組合啊，有 Oysix 蔬菜之中最受歡迎，來自北海道產的車釐茄，特點是甜酸比例平衡，大人細路都啱噶。跟住就是使用了深層水養育的富士山碌啡蛋，同你食開的蛋完全不同。有甜味和口感特別的北海道薯仔，有這個非常值得推薦的日本餃子，它是四無：無味精、無增味劑、無防腐劑、無色素，非常之美味。仲有榨汁或者做沙律一流的熊本產金筍，採用 100% 日本大豆製造的軟滑卷豆腐，來自愛知縣的微辣洋葱，非常適合用來做咖喱或者燉肉的。還有來自奇肉縣沒有菜青味的小蟲菜，經由他們販賣的蔬菜和日本當地比較，農藥必須起碼要少一半。來自東京的蜂蜜蘋果醋，最後就是來自北海道的鮮忌廉麵包了。如果不想吃到打針雞、烤串豬、過期凍肉、地溝油的話，可以去以下這個網址，試下佢哋嘅體驗組合或者其他產品㗎。分享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